唱 K 的奇葩人 Starter Pack 一直嗨歌。飙走音歌，现在我要飙高音。飙到把泪下雨，再来个妆。佛系唱歌，唱歌啦，不然你还在搞。你们唱先啦，你们唱先啦，唱歌啦，唱歌啦，你最喜欢的歌嘞，下一首呗，下一首先。来，小姐姐，唱首歌啦。我不能唱，我是你唱。一直霸着麦。这是我的歌，看我表演，看我表演。龙吧。我会唱，你唱，我唱，你唱。真是发生了，真是发生过。一直唱 sad 歌。唱完 chorus 直接 skip。 他会有多幸运，不会广东话。最后必点的歌，唱歌，最唱歌，点什么歌？那是我故意点点歌曲啊。没有钱唱 K。 哇，朋友唱歌不完了，真的不多一次咩，很贵咧。 Bro， 其实唱 K 不一定在 K 房的，在家唱也没有问题。介绍你 K Master Mini，市场上最好的 Starbucks Karaoke 一体机，它除了简易安装、方便携带，而且它非常时尚的美观，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瞬间打造成 mini K 房。哇，很真咧，它是合法的吗？不然等下又有版权问题，又要付费，又突然系统中断，就什么歌都唱不到。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啦，它附有马来西亚 PPM 音乐家用版权，绝对是合法安全使用，而且它安装的是马来西亚服务器和自家的 K 歌软件 ，VIP Turbo 速度下载。还永久使用，除了唱 K， 你还可以用这台机刷 YouTube 或者是其他的 APP， 还可以连上电视机享受更大的荧幕。我是一个朋友，马上到 K Master Karaoke System Malaysia， 或者点击以下的 WhatsApp link 了解详情，让你随时随地放松的唱 K。如果大家也喜欢这个影片，可以 like 和 share 我的 video 哦，同时也可以支持我的 YouTube、IG、TikTok、抖音和小红书，我们会定期上传不同内容的短视频到各个平台上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哦。Yeah!